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呢，给大家看，这个是都是他们家周年庆的，对不起，我可以移动一下吗？好，给大家看，看他们家每次总是会在周年庆的时候推出这种特惠的组合给大家。嗯，是一整组的，对，一次就是有很丰富的感觉。对，然后像你看刷具组，周年庆的时候买也不会特别不好用。也不会特别好用，可是特别便宜。对，好，所以你刚才说什么？也不会特别好用，也不会特别不好用，但是这些东西在周年庆买准没错就对了。嗯，好，那再给大家看，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有的是周年庆才会推出的限量组，你不是周年庆的时候买，可能还不一定买得到哦。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周年庆才会推出的新品，嗯，趁着周年庆大家在抢购的时候，他们会推出一些新品，像看这个品牌。它是外国的品牌，外国十月份的时候有什么万圣节，所以他们干脆把万圣节的东西干脆趁台湾周年庆的时候拿来卖一卖，这都是万圣节 party 的组合，嗯，就整个弄成像 party 的感觉，对，好可爱哦，好可爱啦，像礼物，万圣节礼物，就万圣节 party 组合，大家就超喜欢的，嗯，对，然后这个也算是新品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啊，你看哦，它是说的像吉他一样，因为他们今年的出的东西主题就是很像摇滚音乐的感觉，所以他们很多的东西都会跟摇滚有关。你看，比如说摇滚包啊，你看衣服，对，摇滚包啊之类的，很相关。嗯，好的，看完了周年庆它一定要有的限量组合之后呢，接下来周年庆绝对不能错过的组合还有什么？经典款。对，这是我们的经典款系列。对，那经典款系列有一些是你可能是长期爱用的，或者是你可能用他们家的东西一买就是很多，这时候呢，就是整个折扣下来那个折扣的趴数就很重要。对，因为很多的经典组你一定要选在周年庆买的原因就是超便宜，你不能在其他时候买，一定要在周年庆的时候买，超便宜。给大家看一下，像这其实这几组。这几组是，就是最近广告就是一直狂打，好可怕哦！你知道，就算你本来不认识他们家品牌，可是由于他广告实在打太凶，加上从名人加起一大堆名人来讲话，然后再就是网络上强力播放，让他们家的东西会怎样，就算你可能平常不认识他们家，但是你也会想要趁周年庆占一个便宜的时候，就想要给他杀下去。对啊，因为他都是这样帮你配好一个一个的组合，嗯，这样比如说淡斑的就是一整组，幸福柔肤的就是一整组，对，他都帮你取好名字了，嗯，就是你只要看那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一整组就是适合你有什么样的那个感觉，对，嗯，好的，这是经典款的部分，好的，接下来经典款跟加大款还有哪家，最后要带给大家看一看，嗯，这就是还有这一组也是经典款部分，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系列啊，对，就是这个系列，所以它也是。送也是送这个系列，他不会送你别的，他就是送最经典的这个系列。嗯，接下来最后就是加大款的部分。哇，太大瓶了吧？对啊，比我的脸还要长哎。对啊，比我脸还要长啊。这个不仅是加大款，它也是经典款，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它是321的这个步骤，这个对3123的这个步骤。嗯，对，因为他们家就最出名有三个步骤123，然后所以很多人。周年庆的时候买经典款就买他们的，然后他们不这个不仅是经典款，还是超级加大款。嗯，那为什么是给他特别加大？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杂志主编那些调查，就是你知道女生用量最快的其中一个就是化妆水，所以就特别把化妆水加大，让你就是不会周年庆虽然买的时候好像有赚到感觉，可是之后还要再花一次钱买。嗯，就是把一年份的全部买齐。对。好的，接下来也是加大款，这也太大了吧！看一下，它不是它里面是不是像装卤肉饭的那种盒子，感觉好大一碗哦，很高级嘛，说成像卤肉饭很高级啊，台湾的顶级料理。对呀，它这是台湾的品牌，外国知道哎。对，我告诉你，这是台湾的品牌，很多贵妇都喜欢用。嗯，就告诉大家，你看也太大了吧！我是说它的容量像卤肉饭的碗一样大。哦，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满满的，告诉你用一整年绝对没有问题。嗯，对，你也不用担心说周年庆在冬天买了冬天的，那夏天没有得擦了。其实你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一整年份一起准备好的。对，即使你的脸再大，我相信这个也绝对可以用一整年。那会不会去买这个的都会怕被认出来是大脸人？没有，是划算好不好？好，它可以分姐姐妹妹或者是对大嫂二嫂三嫂用。哎，你那个来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之前我有节目上有介绍，我记得它刚出来的时候，光是这一瓶哦。它就快6000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光6000块，然后这个这样子一整组哦，好像还不到5000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家可以在
各交往证上面自己在说形象，因为每一个百货公司推出的价钱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你看光是我说的这一瓶，它原本就快6000块，如果再加上这一些，还知道是有折扣，这些都是送的。对，应该是这样说，因为其实超划算、啊。好可怕，这年轻人好可怕哦、啊。对呀、啊，这个很多人都很容易撒谎，你就这样。对，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不行，不买啊，买了不买就是对不起自己啊。对，而且你就是排着排到自己要买。对啊，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抢到，不然你一整年，我告诉你，大家就可能会很烦恼。对，一整年你可能这个东西要用的时候没有，那个东西要用的时候没有，尤其钱要用的时候没有，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不在周年庆的时候精打细算？对啊，就是这个原因。对，好的，帮安您好战略介绍完，就是整个优惠活动大赏之后呢，希望大家有比较清楚的思绪，然后有比较好的控制力，可以赶快到百货公司开战吧。对，然后那个告诉大家，佩联佩佩的网站有时候进度会有一点点 delay， 因为大家都太忙了。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会尽量赶快把大家就是趁周年庆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抛在网站上面，让大家去看一下有哪些特惠组，以及哪些非买不可的加大组，甚至是买一送一、买一卡送 B 卡的东西，对，再帮大家分类好，提供给大家哦。好的，那就佩联佩佩的网站上见喽，谢谢婶婶，谢谢，下次带你家玩，谢谢。